么？瑶瑶酱要向我表白？瑶瑶酱不知道被哪个方式忽悠了，认定你就是他那个宁静的港湾，现在正召集各种酸词向你袭来。那他前几集怎么不说呢？说过呀。说过。我已经很丑了，以后还怎么泡你啊？沈梦辰，你要对我负责。孟佳怎么能会嫁给你这个春秋作？百川东到海，何时复西归呀、啊，孟爷？为了踏入江湖，过纸醉金迷的日子，你要坚持梦想，按我们的节奏走啊！那投名状，加入朋友圈，哎，坏人圈。我本将心向明月，奈何明月折腾夭夭将。孟爷，立定！你离我那么近，你不怕掉粉吗？好像还真是。你今天是怎么了？为何待我陌生人一般？我可是你的夭夭将。因为我不需要你，我一点子都不需要你。什么山无棱，天地合，那还是骗心儿子的嘞。我不信。可是这些酸话我好像还没开始说啊。那又怎么样，人生路和感情总会合并成一条线，就像长路奉献给远方，小溪奉献给江河。我不奢求和你比翼双飞，我只求我能飞得稳，飞得长，飞得远，就像精英一样展翅高飞。我要飞得更高飞。果然才情万丈，我这辈子最大的幸运就是认识，最大的不幸是不能拥有你。也许你会遇到一个你深爱的，可是你绝对不会遇到第二个像我这么爱你。真的吗？可是你还是把我忘了吧。遇上一个人只需一瞬，喜欢一个人只要一眼，可要我忘记你，我会耗尽一生。在爱情的世界里我一无所有，在情感的小站里我为你而来。我不是你的过客，更不是什么路人甲乙丙丁，我是愿意伴着你，宠着你，呵护你，疼爱你，照顾你，稀罕你一生一世的夭夭将。嘿，没词儿了吧。曾经有一份真挚的感情摆在我的。居然想使大招，为了得到孟爷你也太狠了。我来。你真是巧舌如簧，花言吝啬，令吏智昏，无恶不作呀。只可惜弄巧成拙，我们家孟爷不稀罕你这套。稀罕？哼，这种恶俗的老梗毫无新意，还不如来一碗咱们得的金丝莲藕粉，跟死废似的。长得帅又怎么样，又不能当混家。了然，晨晨，我是不会放弃的。怎么了这是？瑶瑶向孟爷表白，让孟爷给拒了。喂，瑶瑶不是你小鲜肉吗？沈梦辰，你该不会是另有新欢了吧？你们看吧。要想成，不怕疼，折腾你最爱的人，所以你拒绝瑶瑶。这你就大错特错了，孟爷，你这样根本起不到折腾他的作用。什么叫折腾？欲擒故纵。难道我可以答应他？不但要答应他，而且要把他迷得死去活来，若即若离，让他欲罢不能。我做不到。为了最终的梦想，你行。被踹好过被害，被甩好过备胎，反正都挺背的，点儿不能赖社会，人从肯定不能红，所以呢吃好喝好，对爸妈好，对自己好，对阿猫阿狗都要好。嗯，就这样吧。孟爷立定。一二，离我那么近，你就不怕掉粉吗？哎，生有何哀，死有何惧，我可是你的夭夭将。亲，别闹，爷以横刀向天下。莫非你心有人了？真理寻他三不老死的，那人却在原点处。你是说小王大浩？这个玉面白狐黑山老妖藏的狗屎。
身啊。玉树临风，花见花开的主子，能容得了一个渣男得逞？我将拂袖而去，怼他，大快人心。问世间情为何物？乃是一物降一物。秋来风香，呼呀呼的香，手拉拉喂，人吓人吓死人，小三儿也算是人？没事吧？只有我这种风流倜傥的主才会温饱死七情六欲，没想到像你这种成天钻地窖的屠波叔，那天不让唐青恕案，居然还成了功。你这胡扯什么呢？说不要皮必死无疑，人不要脸天下无敌。今天我就一巴掌把你这倾国梦梦的渣男扇到墙上，抠都抠不出来。我要是能伸展开，我能吃这亏。赵永熙，你给我出来！岂有此理！您这又是唱哪一出啊？这世上有两种人，人人可诛之：一种是趁人之危的伪君子，一种就是趁人之危的赵永熙。我早就对孟爷垂涎三尺，他却趁虚而入，吃无边草原，一辈子都红不了。可我对孟爷只是处于告白未遂的阶段，他赵永熙直接进京求婚的状况，今日我必将伸张正义。主三，坏人心。对于你这种粗人，这种进化不完整的生命体，你知道最好的方法是什么？就是细腻。没错，我就是跟孟爷求婚成功了，这个月初八就是我们大婚的日子了。你知道孟爷为什么选择我吗？我觉得我现在跟你说这些都没有用，你别拿着他对我。你知道孟爷为什么选择我？我告诉你，我把你灭了！先，我问你几个问题先。你知道孟爷喜欢吃什么吗？黄梅、榴莲。没错，去清迈喝榴莲汤，泡榴莲浴，敷榴莲面膜，他就是一榴莲皇后。你知道孟爷喜欢什么颜色吗？黄，哎 ，orange。橙色围巾，橙色袜子，橙色外套，橙色背心，他就是这橙色妖姬。孟爷喜欢喝芒果冰沙。孟爷喜欢小桥流水。孟爷喜欢广阔天地，大有作为。孟爷喜欢水若白云，天上飘。四海为家，风之小。闲云野鹤同船渡，居无定所任逍遥。等会儿，你知道孟爷最讨厌什么吗？说。要想撑，不怕疼。折腾你最爱的人，若合拍带回家，大可不必捉弄他。居然还有下半句，瑶瑶酱，我们可以不用分开了。小鲜肉。李斌，一二，离我这么近不怕掉粉？为了占有你，我什么都不怕。可是我已经不喜欢你了，一点都不喜欢了。
什么地老天荒、海枯石烂都是骗人的，我不信。可是这些酸词儿，那又怎么样？我们不合适。合不合适，我说了算。还不管，此案言彼岸，梦很短，万物皆自然。我在爱情的世界里是一个匆匆的过客，在情感的小站里也只不过是路人甲乙丙丁。小心大号见字，他们才是爱你的，比我更懂你。好好珍惜吧，人的一生当中得一知己一红颜足矣，你只得了仨。不是你想的那样。你不用那么紧张，虽然我们不能修上船，但我会是那个永远发自内心祝福你、感谢你、希望你一生一世都快乐的孝顺的。再见。哎呦呦呦呦！哎呦呦！看来我们这是成功了。很明显嘛，瑶瑶把梦魇甩了。